死了，开门！给我滚出去！你回来了，儿子。你们给我滚出去！我媳妇说了，要回来住，不要你们住这里。彩琛，你怎么这么跟妈说话呢？你管得着吗？你又不是我亲哥，你就是我妈爹的冤小子。彩琛，你别打你哥！你们给我滚！滚啊！你这个不孝子，娶了媳妇就忘了娘，你是个畜生！废什么话，想挨揍是吗？赶紧给我滚！妈，哎，慢点，咱们走吧。 坐这吧，儿子，我们该怎么办呢？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。哎，那彩晨也太狠了。我只是你的养子，把我赶出去没什么，可是你是他妈呀。 妈，你别担心，我可以去搬砖啊。到时候我给你带点吃的回来，然后我们再找房子嘛。妈，你在这等我回来啊。行，那你去吧。妈，我去了。 妈，哎，儿子，你回来了。妈，今天我在工地上干活，我挣到了100块，给你。 都出去3天了，也没回来，都不知道去哪儿。阿姨，你是罗威的母亲吗？是。你是？阿姨，我是罗威在工地上的老板，很不幸。 告诉你一个坏消息，罗威他在我们工地上干活的时候，不慎就脑中风了。
你这个死老太婆怎么又回来？你哥没了。没了就没了，关我什么事啊？你回家干嘛？给我滚！上大学，只好说自己没考上，还上城里打工找钱供你上大学。你哥现在没了，你却连一滴眼泪都没有，你还是不是人？